是我今年十月份发行的新专辑《慢情歌》当中的歌曲，很开心。一定要用这么悲吗？我刚刚已经速度哽咽了，好想要跟着歌的情绪一起宣泄。今天。作曲人也到场了，他是在地人哦，马来西亚人哦。我们请他起立好不好？他跟他的家人有来，除非他骗我。张启正在哪里？你是我的救星，你知道吗？因为这首歌是主打歌，反正你也拿不少钱嘛。其实一直以来都有跟马来西亚的歌手很棒的词曲创作人合作，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得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这么会写歌就算了，还这么会唱。我每一次来我都跟我的宣传说，那个如果我们签唱会的时候，就是尽量先不要让台下的人上台唱，很害怕，有没有？马来西亚人太会唱歌。那对，我这张专辑其实以这个爱情是很残忍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轴。以前我觉得我唱了很多的情歌，很多是比较是内敛一点的，比较是安稳一点，甚至是偏一点的。我觉得这些年来有很多很多的累积，包括在慢情歌宣传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收集到很多很动人的故事，不管是对情人、对家人，都一样，甚至对兄弟姐妹。我甚至觉得我收到一个歌迷的来信，他说，因为我们有做一个活动叫做真情真泪，就是把他们不敢说出口的事情写在信上，然后可以发到 FB， 我会看得到。60%-70%吧，都是写给家人。然后不敢说的话，居然是我爱你。我觉得这让我看了，其实还蛮难过的，因为其实尤其是家庭之间的那种爱啊，是我从小一直都非常向往的。所以当我看到我很多歌迷其实对爱的这一个缺口，我其实替他们觉得很心疼。所以在几场的那个音乐的分享会上，我无数次的替他们表达他们对他们父母亲对家人的爱。至于分手后不要做朋友，也是我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它让我拿到前所未有的好成绩，那也让我知道原来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这么喜欢听像这样子好像很撕裂的情歌。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找到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件事，不是说要让我的听众哭，也不是说要刻意好像很催泪什么的，而是我觉得当我在台上啊，跟在台下在唱《分手后不要做朋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很真实。然后我常常会看到台下都会流眼泪，然后我不敢看台下，因为我自己很容易被触动。对，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现在这个舞台叫什么舞台？大家大声的说出来好不好？一二三，怎么了？不是云顶吗？不是雨仙剧场吗？我记错吗？还是大家不知道？好啦，算了啦，反正就是呢，我要讲的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我在这个舞台上其实得到了还蛮多的肯定。它也是我歌手生涯中很重要的一首歌，也是我的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很多人都会告诉我，也会告诉我的经纪人说，我觉得文音不止这样，它可以更好。我觉得它可能遇到
到某些人呢，要遇到某些歌。其实我觉得很，有这些过程，我是很幸福的。其实演艺圈经营自己歌唱的路，其实跟爱情还蛮相似的。即使有很多的眼泪啊，很多的欢笑，很多像刚刚甜蜜的回忆，很多想念，很多不舍。我觉得这些过程都让我们距离幸福越来越靠近。所以希望能够用这首歌祝福再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再一次祝福台上。七年了，文音出道七年了，希望你们对我没有七年之痒，可以继续的支持我，好不好？好，祝你们都是我们最幸福的事。You.